B 变胜利日前卷入性买卖嫌疑，为了洗脱嫌疑，亲赴警察局做调查，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更影响了团体形象。有网友翻出曾经哥哥们 GD、太阳大声入伍前对胜利耳提面命的叮咛，当中 GD 有说到，到了明年就是你一个人要代表 BigBang 的颜面了，要小心一点啊，如果发生什么事 BigBang 就完了，拜托发生什么事真的就完了。看来现在是一语成谶，令大批网友粉丝唏嘘。今日新买卖嫌疑真相一个大转变，胜利变成嫌疑人的身份，先前胜利更想提早入伍，鸵鸟式的逃避引来大批网友联署反对，现在有了这样的结果，更让大家觉得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